Hello， 各位伙伴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Will Be Good。九月份呢，是我们家老二的生日。那生日呢，我都会带我们家的小孩去住个饭店。那再加上这一次，因为他们的妈咪啊，我的太太，刚好打了疫苗，那就想说，干脆他早上打完疫苗，我们就下午出发去住饭店，住个3天2夜，可以让妈咪如果真的有什么反应的话，可以好好的在饭店休息，不用担心什么家务事。那顺便呢，也借由这一次机会啊，开箱一下，也不能说开箱了哈，好好的去看一看啊，这个乡下人要大开眼界了，去看一看什么叫做无边际泳池，看一下有 view 的啊，在屋顶上面的泳池到底长什么样子。那我们就赶快出发吧 ，Go！ 拜拜，拜拜，各位老师拜拜，各位拜拜。这最爱爸比。最爱你，阿爸爸来接你们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去住饭店了，好不好？嗯，好嘞。就是我们现在吗？现在，对，我们现在去接伟伟，然后住饭店，要不要？接伟伟，那妈咪跟弟弟要怎么办？他们在伟伟那边呢、啊。你说，妈咪我来喽。妈咪我来喽。伟伟我来了。爸爸也来了。伟伟啦，什么爸爸？你两个准备好了吗 ？Hello, so ready. Ready, go. Are you so ready? Ready. So go. 现在带小孩来士林万丽酒店住，然后准备要游泳，无边际泳池，网红打卡景点。太远了吗？怎么可爱，你们两个，怎么可爱？你们好过去，哎，姐姐。在士林万丽捕获三个在鸟笼里面睡觉觉的鸟小鸟。这个小鸟在发呆，很继续发呆哦。继续。